各位又是我們萬不同集的時間，今天就是6月18日星期二，今一集呢就會有兩樣東西。第一呢，我們是提早播出，因為我現在錄的時候都是中午。第二呢，我們就是會盡量簡短的，因為即事情的發展都挺快，所以我們要來一個評估現在的情況，然後就大家集思廣益，看看應該要行一條什麼路。首先第一件事，就是究竟我們是贏還是輸呢？我想你不同的角度呢，可以說有些事是未得到，但是如果你說這樣都不算是贏呢，就你不會贏的了。我認為這個是一個現在進行式的勝利。現在進行式即是說件事未完結的，要這件事完結，我想都可能是講緊 a number of years， 是一講在很多年之後才完結。一個大問題呢，不是個別的特首或者政治官員，而是一個整體的整個政權的本質的問題。咁呢一件嘢我哋唔知道係幾時先會發生，但係只要呢一樣嘢冇一個根本嘅改變呢，其實唔會有終極嘅勝利嘅。咁但係如果從嗰個歷史嘅發展嘅角度，人類嘅歷史呀，唔好淨係講香港中國呀，係有一連接呀，應該話喺兩個週末，應該是一個禮拜之內，我們可以這樣說，因為由一個星期日去到另一個星期日，一個人口不超過800万，確實數字可能是740万的現代化的大城市，而個個呢被人家標籤為就是胃口奔馳啊，為經濟利益而生存的動物，是吧？而香港人呢是比較上是即是各行其事，就唔係即係你唔可以用一盤散沙嚟形容咧，都可以用有一個比較多元化嘅多元社會啦。可以話喺一個咁樣嘅人口、咁樣嘅國際大都會裏邊，可以連續兩個星期日有100至200万人進行一個秩序良好，甚至是可能在世界歷史未見過的這樣的，譬如說紅海開路給一些救傷車行，諸如此類，給一些巴士行，一些這樣的，而是一些示威者100万人走過街上沒有垃圾，即是這樣東西已經是一個即是刮目相看，我想全世界在現代的世界裡面是未見過的。我們知道美國即其實特朗普總統有講過的，或者美國的政界都知道馬丁路德金的時代的民權運動，那些和平大遊行人數沒那麼多，第一那你說個秩序有沒有那麼好呢？那其實都挺好的，那時候即那個是愛與和平的另一種形式的表現。那直至到馬丁路德金博士遇刺身亡之後呢，就情況有些轉變的，咁呢個我哋唔去講啦，我哋冇咁多時間去講人哋嘅歷史。但係除咗60年代嘅美國民權運動，我哋未曾見過有一個咁樣嘅比例嘅大遊行係行到呢一步。咁樣呢個本身就係一種勝利。如果冇呢一樣嘢連續咁發生，我諗亦都唔會有對家嘅急轉直下嘅態度嘅轉變。另一樣嘢，當然我認為咧，如果你係去評估過去一個禮拜發生嘅事咧，另外嗰兩樣嘢好關鍵嘅，即係第一樣嘢係一個好傷心嘅悲劇，就係喺6月15日嘅晚上咧，就有一位抗爭者、示威者咧係損失咗，即係犧牲咗佢性命。嗱呢單嘢我諗即係係一個即係。是一件很可惜、很悲痛的一件事，但是無可否認，他的死是喚醒了很多人，以及帶來了星期日的遊行，即是6/16的遊行
有更多嘅人數嗰方面咧起到一啲好重要嘅作用，同埋對林鄭政權嘅控訴咧，亦都係起咗一個好顯著嘅效果，去爭取好多人嘅對運動嘅支持，同埋對政府嘅反感。嗱，我只能夠話，佢死得唔會係冇價值，而且係好有價值。但係佢唔應該死嘅，佢嘅死咧直接係俾呢個政權係謀殺嘅。講得直接啲。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咧，就係不能不提，當然就係612嘅包圍立法會。呢、這個就係關於所謂暴動嘅定性嘅問題。612包圍立法會咧，我哋而家睇得好清楚啦。暴動是講不通，根本是強切奪利。我過去的24小時我都研究了所有在法律上面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社會學的定義、我不想去深入講，我們不是做這些學術的論文，但是如果你最後只能夠、拘捕了很少數的人，可能是10個8個，而只能夠有5個人你可以是控告的暴動罪，而最後罪成的人可能一個都沒有，我告訴你。在這樣的情況、根本就不是暴動。我想、大家都已經不需要爭拗了，這個是有很大的暴力，而 95% 或以上的暴力呢是來自警察方面的濫用警力和警察方面的、我認為是非法的暴力。但這件事怎樣去追究責任呢？除了成立一個獨立的委員會去調查當日這百幾個催淚彈和那麼多橡膠子彈和、beanbag round， 即是那些所謂、豆袋彈，即是那些其實是一種殺傷力不少的一種、制暴的武器、防暴的武器，這件事呢是有一個嚴格的指引的，即是不要當我們什麼都不懂，即是他用一些非致命的武器去鎮壓群眾的示威，而群眾不是全部都和理非，這個肯定的，但是警察所挑起的暴力呢和警察非法執行鎮壓呢，這件事呢其實根本呢是個入罪的機會是非常之大的，唯一我們要缺乏就是一個獨立的調查委員會，最後是有牙力的，不是沒有牙老虎呢，是追究的責任。這一件事就是我們其中一個訴求，即是說我們一定要調查和追究612的暴行，就是這麼簡單。至於林鄭的前途呢，這件事也都是非常之有爭議性，或者有些人有不同的意見，就是說如果現在我們叫林鄭下台，她真的下了台，那你換過一個類似葉劉的物體，那又有什麼好處呢？我認為這個說法呢表面看來呢就好像言之成理，實際上呢其實是大錯特錯。為什麼這麼說呢？就是因為我們不是只看誰人做特首，我們要回帶回當日林鄭是怎樣做特首的。大家要記得，就是我參與過整件事的分析、研究、還有做很多節目是關於當年的一場特首選舉，有三個候選人大家都記得很清楚了，胡國興、曾俊華和林鄭月娥。我們有出奇地團結的300+民主派的300+選委，同埋我哋知道當時港大或者有公信力的民意調查，好簡單一樣嘢，香港的民意同埋整個民主派的聲音，同埋大家記得愛丁堡的一場集會，就是呢三個人裏面民意是大，是大比數地呢就說要選薯片的。我們現在不是說薯片究竟會不會是一個好特首，這件事我們永遠都不會知道，當然我本人相信會，
是一個真正為香港人做事的特首啦，係嘛？呢、這個係我的信念，但係呢樣嘢唔會發生，所以我哋唔係討論呢個問題，而是要講清楚一樣嘢：林鄭的上台是中央政府公然違反一面倒的香港民意，夾硬塞落嚟我哋嗰度嘅。嗱，呢個就係事實。而我哋而家睇到林鄭上台之後嘅思維，佢嘅困局就係因為喺呢個框框裏面打轉，打唔到出路。所以如果林鄭真係下台，如果林鄭真係下台，無論邊個上台，當日違反香港民意，夾硬將林鄭擺上呢個寶座嘅人，佢哋就係最大嘅輸家。嗱，我唔使講佢究竟係邊個，係嘛？大家都唔係三歲小朋友啦。即係話林鄭如果最後被逼下台，就是某些人的惨败、挫败，而这件事呢，几乎我可以说自从强国崛起之后，甚至我们可以说自从香港主权移交之后，这个政权未曾经历过的事。如果这样都不值得做，有什么值得做呢？你要达到这个最后的战果，我哋只能夠有更大嘅團結同埋更多人嘅參與，而對方唔係睇唔到呢樣嘢嘅，對方仍然係做緊一個垂死嘅掙扎。但係呢個垂死掙扎，如果我哋處理得唔好嘅話咧，我哋就會反勝為敗。我認為所有嘅人用唔同嘅方法，甚至最後犧牲佢性命嘅嗰位先生，每一個人都是走到這一步都立下功勞。612那些、他們我們可以標籤為，我不想標籤，我們可以界定為勇武的人，我們絕對不可以譴責他，他們是立了大功，而且他們付出了很大的犧牲。612被拘捕的人或者受傷的人全部都是我們的英雄，但是同時這200多萬人都是我們的英雄，我們缺一不可。即是現在我們說了三件事，一個悲劇，一個612的勇武者，還有一個和李飛的兩次大遊行，全部都是真正香港人的英雄。因為我們出奇地團結，因為國際關注，很多因素水到渠成，令到我們得到一個在個戰局裏面得到一個有利的位置，我們可以將它當為一個勝利。但又要保住這個勝利的果實，我們一定要知道跟著最好是走一條什麼路線。如果我們是相信某些人的講法，就認為現在去到性命相搏，還有我們放棄在這個位置放棄和李飛的立場，放棄大多數人參與，放棄了個團結，我們是最後會反勝為敗。而要做到這件事呢，要知道對方已經是轉了戰術，而且是轉得很成功，就是林鄭會不停地道歉，同埋會全面軟化，佢會用今日嘅我打倒昨日嘅我，佢會令到一啲溫和嘅、持平嘅，但係堅持社會公義嘅聲音嘅人，譬如話一啲中學校長啦、宗教領袖啦，或者一啲德高望重嘅長者咧，係不為以甚，係對佢呢一種懺悔係收貨。我哋預咗呢樣嘢，我哋唔可以譴責嗰啲原諒林鄭嘅人，但係我哋要明白一樣嘢，唔係講幾句道歉、流幾滴眼淚就可以解決個問題。我哋一定要追究612嗰個濫用警力，同埋警察係涉嫌非法鎮壓群眾呢一樣嘢，係要一定有一個
獨立嘅、有公信力嘅、有牙齒嘅一個委員會去調查。另外仲有一樣嘢，我同意林鄭嘅道歉，有可能，即我只係話有可能係真誠嘅。但係你搞到香港去到呢一個咁嘅境地，佢應該要辭職。而我哋用和平理性嘅手法團結所有嘅香港人，要求林鄭引咎辭職，呢一個本身係非常有意義嘅一個目標，而且呢個目標會達成嘅。所以大家轉念一想，要林鄭真係被迫引咎下台，我哋除咗人多團結同埋用和平嘅手段去繼續爭取呢個訴求，仲有冇其他方法呢？係冇嘅。咁所以我哋一定要繼續努力。所以就係兩樣嘢：追究612責任，同埋迫使林鄭引咎辭職下台。呢兩樣嘢能夠達到嘅話，跟住嘅路咧就會好行好多啦。好啦，今集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啦，下次節目時間再見啦，拜拜。